是啊。我就是实际上是睡的时候开始慢慢的那个四肢的肌肉萎缩，就是这个大腿啊，大腿这里所有的肌肉萎缩啊，肌肉就是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两个腿和那个大手腕，还有手臂。现在还能不能站起来的？现在不能，不能站啊。要扶有要扶一把哦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说你看我们嫂子确实是觉得很辛苦，对，是。所以说大嫂不离不弃，真的。这份感情。所以说我挺佩服嫂子的，是吧？能把这个家庭撑起来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是吧？能把这个家庭撑起来，确实不容易。平时嫂子你就在这里做饭。对。啊。那嫂子，你这个学习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们说我是从小就生的。哦，妈，经常生病，得去打针打成这样的。那你这个血还能不能用尽呢？不可以。不可以用尽啊？对。那你这个做饭你尽我做饭我用这个手段。这个切菜呢？我切菜一般都是我家老我家老公切菜，我炒菜，我只负责炒菜，他负责切菜。哦，这样的。因为我手没办法切啊。哦，确实不容易，是吧？你看一下嫂子他们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还这么拼搏的努力的生活。是啊，没办法啊。有几个小孩，嫂子？我有两个，一个女儿去读初三了。啊，我女儿蛮苦的哦，有多大啦？16岁。16岁啊？哦，儿子小一点哦。嫂子，你们平时住哪里啊？我平时我住这个房间。就住这个房间啊？我这个房间好，好乱啊。不乱不乱。不乱。就睡这个床啊？对啊。别人那个大哥怎么上去的？大哥就是从这边慢慢的移上去啊。他自己上去还是你帮他上去？我稍微扶他一下，他自己能上去。哦，扶他上去啊？你看我大哥住的那个房间，哎呦，我的妈，好简陋，这个好性能多。现在门都没有，你看这屋子。这一个人门都没有。所以说，看评论区的兄弟姐妹们，你看这。这嫂子家里面这么不住，看评论区有些人，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爱心人士，也会帮助一下。如果我们嘛以后条件会慢慢好起来了，我一定要坚持，对，把这个家里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走下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一定要把我家两个小宝贝，姑娘走吧，成人，是吧？我只需要他健健康康就可以。是的，健康健康是第一。没事的，多吃点菜，多吃点饭哈，能个子长高一点，以后好讨老婆。好，没事哈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们就是说那个哈，能多吃就多吃，因为以后个子大了，个子高了，就有力气了。是啊是啊，好照顾你爸爸了啊，你爸爸去哪里随便一甩啊，爸爸我抱你去。对呀，是，因为他要你的保护啊，是吧哈？你以后你等你长大，你再过个3年5年的话。就有我们这么高了，就可以把你妈妈的那个担子可以减轻一点，因为你是个男子汉啊。我家里我大哥也是做不了事，也是病犯了，从小也是得了发高烧，也是把脑子说话说不出来。其实他心里很明显，很聪明的，就是说只能表达不出来嘛，说不出来嘛。然后是他脚也是受也是烧坏了，从小那个手指这里全部烧伤了，大哥，我也是特别同情那些残疾人。吴大哥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不用感谢。你就一直就这样坐着，你站不起来的。站不起来。要么就躺着，要么就坐着。我看到你走的那一次视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非常感谢你们。是啊，在百忙之中能够来看我。是啊，我也尽一点点。哎，不用，一点点心意，就是你们一点点心意，一点点心意，一点心意，那吴大哥你必须要拿下来，拿走。没事的。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爱我们这个吴大哥。是啊是啊，看着你们这样，我心里都好心酸哎。
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社会上是吧，有好多爱心人士会看到是吧，也会给你一点点小帮助。我们先走了，拜拜啊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哦。